大家好，我是幸运八哥啊，今天来赶海了，看一下推拉潮，走吧，我们下去看一看啊，看一下海边，一个人也没有啊，就我自己，这个文革大，哎呀，收获不错。又来找大文蛤了啊！小黄蚬子，你看这鼓包形状就是个小蚬子啊！哎呀，蚬子太小了，全是铁的啊！这边还有一个小钉螺，不要它，太小了。哎，这鼓包是啥啊？黄蚬子，这黄蚬子大，看，这个大哥厉害，在那吐舌头吗？哟，吐水了，大文蛤啊，收获不错，这里的文蛤一般大都，这里怎么了？上受伤了没？咋了吧？太大了。这边还有一个月亮背，这个行啊，这个也行，打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鼓包不会也个大文蛤吧？哎，也是个大文蛤。哎，今天收获不错啊，看看，看看这一点小鼓包里面会有多大的货。哎，哎呦，黄蚬了，这个还行，打着了。大蚬子，伪装的挺好啊！哪个狼？男的，哥，壳呀！我还以为是货呢。大毛蛤啊！大毛蛤，小毛蛤，哎呦，小毛蛤也行啊！哪个了？一看就个大毛蛤呀！